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新竹播点新闻，我是怡慧。财政部长东姑塞夫鲁今日在国会下议院提呈2022年财政预算案，总开销为3321亿令吉的2022年财政预算案，比2021年增长3%，是有史以来最大财案。其中2335亿令吉为行政开销，而发展开销则有756亿令吉，另外230亿令吉属于官病基金。在此次的财政预算案中，政府将为每月收入少过2500令吉的家庭提供大马家庭援助金，家里有3个或以上孩子的家庭可一次过获得2000令吉援助金，1至2个孩子的家庭可以获得1500令吉援助金，至于没有孩子的家庭则可获得1000令吉。另外，政府将拨款4亿5000万令吉作为全国300万名学生的入学援助，每名学生将可获得150令吉，以减轻家长负担。在学校方面，政府也拨款1亿2000万令吉作为逾1800所国民型华为学校和戴米尔文学校的维修与提升用途。现在让我们来关注12月疫情进展。12月今日新增566宗冠病确诊病例，古晋是唯一病例破百的地区，共有138宗。同时，今日也通报11宗累计死亡病例。在新确诊病例中，古晋占138宗，接下是梅里84宗、石屋79宗、老岳38宗。在566宗确诊病例中，有554宗来自第一及第二组别，而12宗病例则属于第三、第四及第五组别。尽管12月单日确诊病例已降至3位数，不过根据过去2个星期的平均值，沙关病患者死亡率及加护病房使用率均是全国最高。根据卫生部 COVID-NOW 网站，截至本月28号晚上11点59分的数据显示，在过去2个星期，每100万人当中，12月有多达65人死于冠病，远远超出其他州属及全国平均数字。另外，12月目前加护病房使用率为80.8%，是全国唯一使用率超过80%的州属。以上就是今天的重点新闻，感谢大家的收看。Study business at the prestigious Edinburgh Business School at Harriet Watt University. Offering undergraduate and postgraduate programs, we give our students access to the world's top lecturers and researchers. Through Harriet Watt's responsive blended learning, students receive the same globally respected education, whether it's on campus or online. Visit hw.edu.my today and be future made.